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意法半导体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的伺服驱动应用工程师 Alan 齐，中文名是齐康。这次在 ST 举办的2023工业峰会，由我给大家带来一款符合 CL2 标准的22千瓦高端伺服驱动解决方案的介绍。该方案是由一个22千瓦的伺服驱动控制板驱动电机和满足 CL2 级别的 PLC 组成，针对安全驱动低压无刷直流电机以及永磁同步电机，以及涉及到需要精密控制重复和同步任务以避免对人类操作员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的复杂工业过程，提供了一种精确和高性能的伺服驱动解决方案，并且其中的安全力矩关闭功能和安全自动控制功能嵌入了高效的功能安全，并且通过了 TUV-SUD 的评估认证。该设计方案设计的产品和元器件主要有 STEAM32 H743 VGT6 以及 STEAM32 H723 VGT6， 包括还有一些 CLT03 2Q3 RPS160 HF 一些其他的芯片，例如 STGAP2HD 用于4安的电隔离三级驱动器，STEAM802 RM6F 用于电压监控，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 RPS1025H、RPS4260L、RPS160HF 作为智能的电源开关。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符合 CL2 标准的22千瓦高端伺服驱动解决方案的介绍，谢谢大家。